是您的他，您的明星，零距离，零距离。新一周的城市名人堂，我又迎来了新的音乐堂主做客这里。本周一到周三三天的工作日，你将听到张栋梁在这里陪你听歌聊音乐。音乐听我的 CTFM 城市之音，我是本周城市名人堂的堂主张栋梁，好久不见。那其实有一段时间，两三年吧，我就让自己速度放慢一点，去放了一个长假，然后这一次就再回来用一本书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包括有三首的新歌。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这礼拜的第一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当然就是长假。这两三年我过得很开心，虽然说可能大家没有很密集在荧光幕上，在媒体曝光上看到我，但是我有很积极的在自我学习，我到纽约去上课，我有很认真的在每一天过日子，然后我也有在做音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跟这些歌更了解现在的张栋梁。马上节目一开始呢，今天带大家听的第一首歌就是当时大家认识张栋梁的第一首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我是本周城市名人堂的堂主张栋梁，欢迎收听。那希望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不会觉得太陌生，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然后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没错，我回来了，我是张栋梁，这是带着我的新书《长假》。那今天的主题刚好也就是长假，那下来要播一首女生的歌，那是我的一个女神吧，可以绝对是。那很开心最近他都陆续有一些新作品推出，不时有一些单曲啊什么的电影主题曲啊，可以让我们这些渴望他很久的歌迷听听他的声音。但是今天我选的这首歌是他当时发的最后一张完整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空城》，王菲。心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之感。
明朝地连心一起坐上去珍惜。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是王菲的歌叫空城。刚跟大家聊到这一次的书，其实它有三首的音乐作品，这一次的音乐风格我很大胆的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那跟以前大家熟悉的情歌啊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叫人生没有如果，它其实是一个蛮正面的歌曲。那在音乐的编排上，你会觉得它有一种一直在行进一直在往前的一个感觉。那他的态度，应该是说我的态度啦，我这次想要表达的态度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态度。可以规划，可以有计划，但是一定要可以接受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新歌《人生没有如果》。繁忙的大街，没表情的脸，我活在今天，跟回忆缠绵，迷路的少年已经不再抱怨，爱情像一只蝴蝶，脆弱却让人想念，它总是忽隐忽现我心中的花园，向昨天告别，跟伤口和解，别哭丧着脸，我不再扮演青春的少年，你也不必留恋走过不安的岁月，牺牲多少的睡眠，终于对快乐不再贪得无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实现。
选过